作赛首战就敲出首轰，球打出去之后还霸气怒吼甩棒，好像在说自己好棒棒。美国道奇日本巨星大谷翔平在二局下轰出追平三分炮，震惊全场。大联盟季后赛在国联西区，道奇在主场首战教士队，一开赛就出现危机，号称最强的先发投手山本游生手感不佳，乱流不断，首局就丢掉三分，直到二局下大谷翔平这三分炮才将比数追成3-3。道奇从此一路旺到底，四下攻势再起，大谷翔平接连敲安，攻占满垒，接着靠着教士投手爆头以及安打，道奇连得三分，第五局又得一分进账保险分，中场就以7-5击败教士拿下胜利，在系列赛拔得头筹，取得1-0领先。大谷迎接旅美生涯季后赛首战，走出华丽的季后赛处女秀，五次上场全场五打数敲两安，贡献三分打点跑回两分。根据大联盟官网指出，这次全垒打是 Statcast 自2015年启用以来道奇季后赛击球初速第四快的全垒打，也让大谷写下季后赛纪录。邓旋国中生报道。